八宝辣酱是中度辣，炒酱是低度辣，没有辣油的。其实上面有辣油就是错误的。六颗哎，尾颗底哎，第六颗、油温升至三成以后啊，把肉丁滑油啊，保持肉丁的鲜嫩啊。我们把这个土豆丁所谓拉下油啊，炸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个外壳，硬的外壳就可以了。这个菜的关键啊，我们把这个姜蒜要煸香，炒这个辣椒的时候一定是要放猪油啊，只有猪油炒出来的酱香味更加浓一点啊。先把豆瓣酱炒香，放在旁边备用啊，不需要洗锅啊。我们继续放一点点猪油，甜面酱15克，煸炒一下啊！我用的是绍兴老字号中正园的甜面酱，纯手工制作，自然晾晒90天以上。猪酱包猪骨，酱包嘎子，这是个能啊讲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甜面酱放入土豆丁、香干丁、笋丁，炒上色。上色了以后，我们加上清水，加上一些底味啊，10克的糖，2克的盐，老抽，我们加盖，大概10分钟。如果侬觉得搿个方法是勿错啊，请点个爱心，点个赞。汁水还有1/3的时候啊，我们加入炒好的豆瓣酱，把这个豆瓣酱快速的融合到菜里面啊。肉丁最后放的话，口感更加嫩滑啊。最后淋上一点点的油啊，我们上色。我们这里面撒上葱花，不是生放的，我们锅中过一下啊。我们出锅。如果学会的话，转发给喜欢做菜的朋友们。陶醉厨房，你的厨房百科。